绕过去勾着，就这样。这样的位置会不会太高？都不会，不会太高。屁股在这里啦。哦，这样。OK， 那线会不会太长？不会。好，大家固定要有一个松合度。嗯哼，我为什么不教你这样子固定的呢？这样是完全松合度是很少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不管你撞到任何东西，或别人 K 到你，都有一个 RSOB 的空间。嗯哼，你就不用那么左边就放左边，右边就放右边。左边就放左边，右边就放右边。哦，了解了解，谢谢。那我先离开。好，谢谢。剩下。